Hello， 大家好。講開段古，今日要講嘅呢個歇後語啦，或者俗語咧，相信你哋都聽過嘅。咁我都聽唔少噶啦，就叫做烏哩馬茶。咁之前講開段古已經同大家介紹過咧，係烏哩單刀。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呢一個咧烏哩馬茶嘅出處啦。嗱，如果唔記得咧，邊個係烏哩啊？邊個咧係單刀咧？咁可以睇翻之前嘅集數咧，去温習翻嘅。好啦，咁言歸正傳咯喎。咁馬茶嘅出處咧，又喺邊度咧？咁馬茶咧就出自於廣東人所講嘅天馬茶。咁即係指咧係天蒙光嗰時啦，日出嗰段時間嘅。咁睇嘢咧，又唔係好清楚，又唔係好夠光，模糊不清嘅時間，好迷迷糊糊咁樣。咁如果對眼有事咧，就例如白內障咧，咁咧就會叫做係眼麻茶。好啦，咁大家咧都估到啦，烏哩馬茶多數咧都係形容一個人咧嗰手指噶啦。咁喺佢寫字典咧，咁就叫做係字典叫做烏哩馬茶。咁模糊不清咧，亂咁寫咧，就乜都睇唔到。廣東人咧就認為咧，哇！睇一個人咧嗰手字啊，就已經可以知道呢個人咧嘅處事態度啦。咁個人咧嘅質地好壞咧，亦都可以由此睇得到嘅喎。因此啦，烏哩馬茶咧，亦都可以形容一個人咧係冇料到啊，辦事不力等等啦。